年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睡不了。撩到我，太难了，我都想不到什么办法撩到我。这辈子就不可以是一个相声演员了吗？舆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，今天我来挑战巨匠立个 flag， 你敢问我就敢答，现在开始。当你要带着粉丝一起唱歌的时候，粉丝喊自己唱，你会把话筒递给他们，就是让他们还没有反应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开始唱了。就赶紧收回来，然后自己继续唱。上一次花式秒睡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一个月前了，就中餐厅的时候了。这就倒在那个下面的沙发上就睡着了。我现在就是很想再感受一下花式秒睡的感受。可能年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睡不了。下一个，什么样的留言能够吸引王俊凯翻牌？就是那种什么你要是回复了我，我就干嘛干嘛干嘛。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抄山海经的，现在也没交作业的。撩到我，太难了，都想不到什么办法撩到我。什么时候去？无边界，对对对。最近 get 到的一个网络新梗是什么？最近确实上的比较少，可能不太清楚最近的网络新梗有什么新鲜的。我的理解 ，LB 是一个网，就是游戏里的一个招数。听到网友说王俊凯上辈子是个相声演员，有什么获奖感言？上辈子这辈子就不可以是一个相声演员了吗？我记得的印象还是范队长的时候。对对对。与其这样翻，不如你直接问。下一个，之前演唱会掉吉他，你的内心 OS 是可以用那个杰伦哥的一首歌来代替。这首歌叫《惊叹号》。衣服掉了也有里面的衣服呀，什么呢？评价自己的开车技术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。有缘人吧。肯定你需要把那个局给他就是结束了，然后就再把那个联系你来的朋友发一段语音。不是，打几个文字过去，然后再点右上角的三个省略号，再打一个样子。开玩笑。关于外貌，你听过最不可思议的评价是，就是那种很夸张的什么？对对对对，就类似于这样的，就都很离谱。没办法阻止大家说真话嘛。下一个，加入奔三的队伍有什么想说的？因为刚刚进入嘛，所以想对奔三的队伍没什么想说的，觉得很奇怪，叫我叔叔的人他为什么会打字啊？他为什么会使用手机啊？这个猜测一下，在粉丝眼里王俊凯撩而不自知的瞬间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是有时候可能在舞台上表演就走了一下，大家就是在欢呼，我也不太明白。最近其实因为有演唱会嘛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去健下身这样子。不会的。就像挡眼睛这样，我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了。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
妈妈你还我还可以接受，爸爸你就不敢接受这样子。走在路上被人认出口，然后要抓猫合影。如果要合影的话，表情会稍微的克制一下，因为在别人的镜头里出现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下。我们第三个是要用卖萌的滤镜来做一个自拍。哇，这个瘦脸为什么瘦成这样？不是我这个下巴真的跟那种韩式半永久一模一样，我不开玩笑。想问一下，这个口红是，这也太红了吧？我已经关了，它还是很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它那个保存的视频放在哪里？你看这个离不离谱吗？真的很离谱。不是这个就不是我本人了，就感觉。flag 还是要立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我要立的 flag 就是不会在演唱会上再掉吉他了。但是他说这次都没有吉他了，还有下次演唱会，万一还有吉他了。请问下一期的一个嘉宾，那你会什么时候来到我的烤肉店？要不要我给你定位啊？需不需要打折啊？我会为你推出特别的办卡，要不要？那年卡先给我，我就去了。你什么时候来我的演唱会？我是不会给你票，你自己买去。下一次，下一次，不过分。如果你来了，下一次之后所有的我都会给你。